各位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嚟到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我叫阿凡，系你哋嘅电脑播讲员。今日我会承接上一集嘅内容，继续为大家介绍李香琴女士嘅生平。李香琴演出嘅电视剧有《戏丽的影星》电视剧，1970年；一《家春秋》；B《亚洲电视电视剧》，1990年。一代代平安，二还看今朝，释姚文珠，1991年。一大提琴雨点三八，释 Madam 女。二圣者为王，释陈金凤。三豪门，释司徒凤仪，1992年。一摩登72家房客。二八婆会馆，释赵关德英。三圣者为王二。天下无敌，释陈金凤。1993年。一银狐，释苗长金。二中国教父，释张铁林母亲。1994年。一城中姊妹花，释任燕。二戏王之王，释花艳红。三九品芝麻官。四碧血青天杨家将，释蛇太君。五碧血青天珍珠奇。六中国教父二再起风云，释张铁林母亲。1995年。一包青天之英雄本色。二包青天之义胆柔情。1996年。一飘零燕二孤星泪，释李艳霞。二再见艳阳天，释金凤之。1997年。一万事胜意，释方以红。二我来自潮州，释四婶。2000年。一你想的爱，释情恩。2002年。一伴我同行，释玉观音。二法内情2002，释陈三妹。2004年。一爱在有晴天，释孙刚翠芳。2005年。一岂有此理，释白雪。2006年。一大城小故事，释梅翠翠。四新加坡电视剧，1994年。一龙凤情长，释何慧星。D 中国大陆电视剧，1999年。一火蝴蝶，释花玛丽。E 香港电台电视剧。1978年。屋檐下之翼，与陈复生。二1979年。狮子山下之全餐，与黄森、陈百祥、金婉霞。三1979年，狮子山下，与黄永标、陈立品等。四1980年，屋檐下之驿站，与梁醒波、吕良伟、许英秀。五1993年，柏林周记，与郑柏林。F 无线电视综艺节目。一欢乐今宵，1972年。二欢乐满东华，1973年。三妇女新知，1983年到1984年。四一掷千金，2008年。五志云饭局，2008年。六都市闲情，2008年。七翡翠歌星贺台庆，2008年。八万千星辉贺台庆，2008年。九2008年万千星辉颁奖典礼，2008年。十 TVB 512再展关怀，2009年。十一才智达人，2009年。十二霎时感动，2009年。十三香港独家，2009年。十四星星同学会，2009年。十五万千星辉贺台庆，2009年。十六今日 VIP， 2009年、2010年、2012年。十七演艺界情系玉树关爱行动大会演，2010年。十八超级游戏掌门人，2010年。十九万千星辉贺台庆，2010年。二十
2010年万千星辉颁奖典礼。2010年。21, 和美苏。2011年。22, 正式第一。2011年。23, 咪姐有请。2011年。24, 细说新马。2012年。好，李香琴女士的生平。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，喺下一集我哋会继续介绍李香琴女士嘅生平，请大家继续收看。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订阅我哋嘅频道同分享呢条片啦。拜拜。